我们再输的话，我们就彻底完蛋了。我们的希望都在翔哥的身上。现在轮到翔哥上场了。好，恭喜我们一代，第一分现在是3-1，下一轮翔哥。翔哥加油！加油！我们再输的话，我们就彻底完蛋了。我们的希望都在翔哥的身上，希望翔哥能把一代的掰下去。现在轮到翔哥上场了。这次一定要赢。这世界很酷。